20席上就已经坐满了人呢，嘿嘿，我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的。嗯，还挺热闹的，让开让开，我看看。哇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嘿嘿嘿，没见过吧？紧张了吧？害怕了吧？喂，包在头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害怕了？本天才这明明是兴奋，好不好？切，可博士你明明就在发抖哎。 咦，该不会连冷汗都冒出来了吧？你这家伙离我远一点，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好啦，都别吵啦，大家都还记得彩排时候的流程吧？一会儿可千万别出乱子啦！灯光师做好准备，摄像机就位，所有参赛选手请注意，比赛马上开始！嘿嘿。 首先出场的是修伯利安人气第一的超级偶像，来自天命财团的爱伊修伯利安。各位老板，你们好啊！这里是大家的老朋友爱酱。今天也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爱酱哦。奇怪，爱酱背后的那堆水晶里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个人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有些眼熟。 朱姑娘应该在哪见过他才对。哎呀，你们几个不要再闲聊了，赶紧给爱酱加油啦！接下来出场的是力量与智慧的化身，天下无敌的天才科学家，来自逆商娱乐的特斯拉博士。啊！地震了吗？都看清楚了吗？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，支持本天才就是在支持科学。不愧是特斯拉博士，果然干劲十足。虽然现场的气氛确实很热烈，但是我直言，我实在是难以赞同这样的出场方式。啊，顺便一提，根据此前签订的合作合同，本次比赛的场地维护费用将全部由逆商娱乐承担。你说什么？这里不是天命的圣弗雷亚学员吗？喂！ 最后出场的是那位活跃于世界暗面的传奇佣兵，来自世界蛇科技的杜鸦小姐。<笑>大家好，我是杜鸦。哇，好厉害！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呢。看来派杜鸦去参赛，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。对了，杜鸦，记得念之前给你的广告词。 为了让更多的人激发自己的潜能，实现梦想，世界蛇招新计划火热进行中，海量岗位等你来应聘，找工作认准世界蛇。哎，停停停！别突然植入广告喂，你们还没给节目做广告费呢。哎，欧翔同学，记得把刚刚那段切掉。这个人他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 三位选手历经层层筛选，此刻终于来到了最终的决战舞台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将接受最严格的考核，迎接包括体能、才艺、表演在内的众多挑战。踏着各位前辈留下的足迹，以崩坏世界的年度第一偶像为目标，展开一场空前绝后的精彩对决。哎呀，看着他们！ 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大姐站在同一片舞台上的样子，一转眼都过去4年了，当年的对手如今也都成了导师，真令人怀念啊！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台上的他们，我们还是把欢呼还给这些年轻人吧。在比赛开始前，还有一则消息要向大家公布。各位应该都知道，天命财团和逆商娱乐正在联合筹备一项新的科幻动作悬疑偶像企划，代号《逐梦嘉年华》。
可惜，女主角人选到现在都没能确定下来。制作组经过讨论，打算借此机会选出女主角。也就是说，本次比赛的冠军不仅会获得年度第一偶像的称号，还将得到《逐梦嘉年华》女主角担当的殊荣。喂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爱酱哦！支持爱酱，水晶多多，好处多多。喂喂，包赛龙，你犯规了吧？这还没到和观众们拉票的环节呢。哼，比赛可是早就已经开始了，博士。这次爱酱是绝对不会放水的。就尽管全力以赴好了，包菜头。毕竟在这个舞台上遇到本天才，你可是一点胜算都没有啊！哦，博士，你还真是会开玩笑呢。论偶像的人气，爱酱可是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哦。哼，不过是个连戏份都没有多少的包菜头罢了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的人气真的很高吧？我可是崩坏三第一偶像爱酱嘛。而且说到出场次数，爱酱在剑桥上出现的次数可是一点都不比你少哦。龙虾博士，你这包菜头，信不信本天才现在就一拳把你封进那堆水晶里去。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坐得高看戏了不起啊？有本事你下来啊。真是个不懂礼貌的家伙，不过也罢，反正都是些注定会出局的龙套角色而已。嗯，爱酱才不是什么龙套角色呢。看到我身后的这些水晶了吗？亮闪闪的，谁都喜欢的水晶。那又如何？水晶哪儿都能弄到手，但戏份可不是。哼，爱酱可是各位舰长上舰以后第一个认识的角色呢。而且每周的舰长周报也都是爱酱在写，修玻璃安也都是爱酱在负责打理，还有舰上的包菜员也是。最后那个明明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爱好吧，别滥竽充数啊。嗯，确实很辛苦，但是很遗憾，这并不能改变你至今都没有多少戏份的事实。哼，你戏份多，那不也都是一些反派戏份吗？而且本天才的戏份也没比你少到哪儿去，当年本天才可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主角呢。你指的是本以为自己能自激化，结果自激化的却是个人偶的那件事？还是你在某个海底乐园被两个熊孩子欺负了一整天的事？或者是你这家伙想打架是吧？来啊，你下来啊。不是爱酱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哼，我劝你们最好还是冷静一点，毕竟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万一你们打输了，那也挺没面子的，对吧？你这家伙，真以为坐得高本天才就打不到你了是吧？看我的原子爆破拳。等一下，各位选手，现在可不是打架的时候。啊，你这家伙在教我做事。那个选拔赛还在直播呢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大姐救命啊。天才今天心情好，就不跟你们计较这点小事儿。我们还是用实力来说话吧。没错没错，打架什么的，这完全不符合爱酱可爱的人设嘛。这样才对嘛，大家来都来了，还是和睦相处比较好哦。虽然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，但看来我们的参赛选手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呢。总之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《崩坏三年度偶像决胜战》暨《逐梦嘉年华》女主角选拔赛的现场。本次比赛由天命财团、逆商娱乐和世界神科技联合赞助播出，感谢各位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
他们就是这次比赛的评委吗？看着不太像。你看，他们坐的地方并不像是评委席啊。不对，布罗尼亚并没有在舞台周围看到类似评委席的特殊座位。学院长，该不会是你忘记布置了吧？哎，应该不会吧？让我看看布置清单：热气球300个，广告飞艇8艘。哎，你看，这上面根本没有评委席的需求嘛。这就奇怪了，难道这比赛没有评委的吗？为了维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本次选拔赛把评审权交给了现场在座的每一位观众。也就是说，人人都是评委。本次比赛将采取公平投票制度，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。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少女们的命运将由在场的你来决定。那么接下来，我宣布崩坏三年度偶像决胜战现在正式开始，请大家一起来为你心目中的那个他投票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大家来到本次偶像决胜战的最后一日。此刻，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票数统计。现在，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各位参赛选手。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前，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话想说。那么，杜鸦小姐，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，有什么想对各位观众说的吗？我没什么特别想说的。请您配合一下，随便说些什么都行，这很重要。坦白说，其实我对偶像之类的毫无兴趣，来到这里也只是为了执行任务而已。毕竟我是一个雇佣兵，只要报酬合理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要是让我自己选的话，与其跟那两个家伙一起在这里蹦蹦跳跳，倒不如让我找个地方睡个好觉。不过嘛，既然都已经接了这个任务，那我这个佣兵也就一定会去认真执行。至于投票结果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看来我们的杜鸦小姐心态相当不错呢。接下来让我们再来问问特斯拉博士。博士，再过一会儿投票结果就要出来了，你会感到紧张吗？紧张？怎么可能？在本天才的字典里，从来不存在紧张这两个字。今晚本天才我特斯拉终于又一次站在了成为女主角的大门口，如梦嘉年华的主角非我特斯拉莫属。看来我们的特斯拉博士目前信心十足呢，希望他能如愿以偿。另外，在此要特别感谢特斯拉博士以个人名义捐赠给本节目的巨额资金，让我们向特斯拉博士报以热烈的掌声。不客气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等等，什么巨额资金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请不要谦虚，特斯拉博士，难道您忘记了吗？还记得那笔由逆商娱乐负责的比赛场地维护费用吗？账单数额很大，邮件发过去之后，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回复。就在我们犹豫该怎么和您开口的时候，节目组突然收到了来自逆商娱乐的一大笔钱。我能理解您不愿自己出场，而是让您的朋友爱因斯坦博士代劳的理由，但还是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谢意，博士。鸡窝头！不好意思，收到账单时刚好看到你的信用卡就放在实验室的操作台上，我就顺手拿过来刷了一下。这种根本就不可能是顺手的事吧，鸡窝头，你给我等着！请注意你现在的偶像身份，特斯拉博士，比赛可还没有结束呢。哼，不用你提醒我，我也知道。而且不管怎么样，本天才今天一定会赢给你看。不对，等等，这话怎么听起来像立 flag 一样？就算是输了，我也一定还会回来的。请允许我再提醒你一次，特斯拉博士，你现在的身份是偶像，请不要做出如此标准的反派发言。逆商二位的关系还真是融洽呢。那么接下来，爱将有什么话想和大家说吗？爱将想对大家说的话有很多哦。不过呢，现在爱将最想说的是，谢谢各位老板给爱将投票，爱将永远都爱你们。各位现场的观众，我们刚刚收到消息，所有投票已经统计完毕，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最终的票数，揭晓本次比赛最后的结果。今回の崩壊サードアイドル決勝戦で最も多くの票を獲得したのは渡りガラスじゃ。我，恭喜你，杜雅小姐。
获得了本次崩坏三首届偶像决胜战的最终胜利。我就知道老师一定会赢，老师最厉害了。谢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稍后我会向你介绍相关手续，接下来还有一些为你定制的培训计划和考核，不过在此之前还请好好享受这个愉快的夜晚吧。好的。说起来，殷小姐，那两个人真的没事吗？为什么无法接受？哀家无法接受。哼，本天才一定还会回来的。这个嘛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他们受到的打击还蛮大的。看样子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啊。怎么了，飞鱼丸？那个，各位选手们，根据最新消息，逆商娱乐预留给新企划的资金已经全部在这次选拔赛中用光了，甜明财团也发表了终止合作声明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逐梦嘉年华的开机日期将会被无限期推迟。不过也还是有好消息的啦，为了补偿各位的损失，节目组额外为优胜者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奖品，那就是年度第一偶像的称号以及个人专属伤痕一份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开心呀？来，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刻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吧。请快过来呀，大家来笑一下，三二一，茄子。